好，各位藏友们，我现在的话在直播间呢，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件漂亮的松鼠绿的一件这个陶纹的赏品。这个呢是一个酒陶。我们说，古代有这样的一句叫"拥八钱酒，赠八陶陶"。好，那么这个陶纹的话，在这个松鼠绿的这个上运用的这个看当中的这个爬花，就绣花针的工爬出的卷草，蜿蜒的这个树枝上，整个的陶纹还有它的枝叶。成纹老了的古香，果园上的话是松鼠绿，然后这个上面的话，本金看到了吗？底足的话是我们的大清乾隆，那这款藏品呢，它运用蜿蜒的这个老蜡成纹章上画的呢是偌大的陶的话，在我们中国，比如说像卢后的故事，是吧？雍正跟乾隆皇帝都喜欢它，切个近，拉近一点，这个桃子的话，这个整个让李老师想到了什么？王母娘娘的这个仙桃，哈，是吧？是吧？想到了王母娘娘的仙桃，偌大的这个桃子，让人看到垂，真好看啊！来切个近，这桃喜年的，哦。哎呦，真的就跟熟透了的这个，当然的是好了，这就叫画的好啊，是吧？爬花是乾隆皇帝很喜欢的一款，加上这个酒陶还有匾，说啊，这个寓意都好啊。看酒陶，说鸿福齐天，这个陶象征着富贵长寿，然后这个爬花又是手工工，爬花手工去，可以说是。那这款藏品呢，中式欧式带都可以摆放。如果说你们家里这个有这个乔迁新，这个都可以开业，乔迁新都可以的。振英大瓷馆期待您的点赞和关注。